解放邻居们，大家好啊！来无影，去无踪，敲锁开门一阵风，要问俺是哪一个，锁王好哥传美名。能猜猜我是干啥嘞？咦，这话可不敢瞎说，我是开锁嘞。我在小区门口啊，刚开了个开锁公司，恁要有事找我打折。开锁第一天就有生意了。咦，这个单元我来过，好像。谁家开锁嘞？我。把门开开呀、啊！这不废话吗？我要能开开，我让你来干啥？咦，我碰见了个傻子，把自己锁家了。哎，这也太容易了吧，这事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阿姨无事啊。啥？谁是阿姨？开锁无事。五十就五十呗，阿姨五十，这么不会说话呢？我咋看你面熟的很呢？少套近乎。哎，你真嘞？你像俺一个中学同学他妈。你中学同学他妈叫啥呀？同学他妈叫啥我不知道，那同学叫二米粒。我就是二米粒。你是耗子吧？二米粒。哎呀，二米粒！哎呀，我。你说你还那么不会说话呢？我就说他长得嫩像嘞。讨厌，还长得像他妈，他那还戴个鞋套，多外的！我给你倒点水。哎呦，真是自己好朋友家就不讲究了啊！哎呀，我说耗子呀，好久不见了。你说你这么多年你忙啥呀？啊，每次同学聚会你都不参加。哎呀，谢谢，我这一天到晚的休锁了，哪有时间嘞？妈呀！修锁还忙啊？有几个傻子能把自己锁家让你开呀？啊，你不就是个傻子吗？别跟我闹！哎，耗子，我想问你，你还记不记着，就是咱上中学那前儿，我不是咱学校最好看的校花吗？好像不是你。怎么不是我呢？那天晚上下晚自习，然后有三个小流氓尾随我，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管，是你挺身而出，然后你就三下五除二的被小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的，你记着吧。你这点事儿还接我来多少了？你说把你绿了走这，我就不管你。那三个小流氓，尤其是那个小土豆，他蹦着高来打我，打了我鼻青脸肿了，我都不服。我说啥？只要放了俺女同学，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。哎。说你那时候多虎，你说尾随就尾随呗，说明我长得好看。你说你出来干啥？你那意思我还就错了？那可不是错了吗？最后我嫁给小土豆了。咦，啥事儿嘛？这世界变化。哎，你怎么干上修锁了呢？这话说了我就不爱听。修锁大了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那修锁烈士，中国大工匠。对，说得好。哎，二米粒儿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不打搅，有啥事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走了啊。你忙你，你把钱拿着来。啥钱不钱的，都是老同学。快点，别扯这个。你把门开开。你啥时候把他带上的？我进来的时候把他关上了。你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，我也把他带上了，咱俩咋出去啊？我也真是个傻子哈。你赶紧的，你不会开锁吗？再开。我的工具包放外头了。那你公司还有别人吗？你赶紧打个电话。俺公司第一天开业，就我一个人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怎么都赶一块儿了？来，你坐这儿，别着急，这事儿我解决。哎，开锁公司吧，我是那个幸福小区2单元102的住户。对，我被锁在屋里了，你赶紧来看看门哈，着急。拜拜。你等一下，你给谁打了电话？另一个开锁公司。哎呀，你咋能这样弄嘞嘛？咋了？你说我是个修锁嘞，来了个修锁公司嘞，把门一开一进来，锁了个开锁嘞。那能咋的？那咋不咋的？俺这一行讲的是口碑，拼的是啥？手艺，我还咋混了呀？不至于吧？咋不至于？啊，小区门口我刚开了个修锁公司，以后别人知道了谁还来修锁了呀？哎呀，那我倒没想那么多，
那要不这样，我给你想个招，来，你把这衣服脱下来，来，了，你快，你往那一坐，就坐那儿，来，你拿报纸把自己脸挡上，我脱衣服干啥？这不让人看出来吗？来，你挡着，把脸挡上。我挡着。嗯，然后一会儿人开锁的来，让他开完锁把钱给他，让他走不就完了？修完锁，赶紧让他走。放心吧。哎呦我去！101，妈呀，这家，哎，有人没？谁找开锁的？别吵吵，我被锁在屋里了，开吧。锁哪了？102。锁屋里了。啊。妈呀，这不是个傻子吗？没事啊。哎呀！哎妈，停！停！别关上了，再关上我还得找一个。哎呦我天啊，这活也太简单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要钱。50，大姐。那叫不好意思要钱呢。啊，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再见。大姨啊。啥玩意儿？一会儿大姐，一会儿大姨的。啊，不是姐，那个我看你家楼道里面有一个开锁用的工具包啊。不该问的别问啊，刚才有个开锁的，估计半天没开走了，赶紧走吧。我告诉你，那对啊。我们这个行是凭手艺吃饭的，不是谁都能干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那些个虚假广告，那些个假冒伪劣的人，乱七八糟的都不行。我跟你说啊，姐，咱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开锁的，那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我的名片，好，以后开锁就给我打电话，你知不知道？行，你别说，你快点，千万别相信，走，你站住！这假冒伪劣了，这乱七八糟了，这不凭手艺吃饭了，你俩给我堵到啥里头呢？你真讨厌。郭子鑫，耗子，郭子鑫，哎呀，这个撞，耗子，高中同学多少年没见了？我真是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了。你住这儿啊？我住这儿。妈，这位是谁呀？这他你媳妇儿啊？媳妇儿，我是他媳妇儿。哎呦我的天儿啊，这跟自己家一样吗？嫂子，哎呦我以为谁呢？你这咋的？哎呦我去，哎呦我这给我累。哎嫂子，他是不是没介绍过我？他谁呀？高中同学郭子鑫。现在介绍是不是有点晚了？咋的呀？我开锁的，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我瞧不起谁？我也不能瞧不起开锁嘞。你是中国大当家，少给我来那套。嫂子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小子，你说你咋嫩损？我咋了？啊，真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嫂子，我结婚的时候。以他为首的我一大帮同学，那给我一顿折腾啊！人家结婚的时候啊，都是欢天喜地，我结婚的时候好像入地狱了一样。那晚了，你说你就走呗，你咋那么欠呢啊？非得要闹洞房，闹什么洞房？大晚上，拿个大锁，给我和我媳妇儿。咔嚓一下锁一块儿了，啊！还告诉我叫相亲相爱连心锁，拿着钥匙就走了。嫂子，洞房花烛夜，那是多难得的时刻！哎呀，我跟我媳妇儿鼓出一晚上锁，第二天一早，我硬给他弄开了。哎呀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改行了，我不贴小广告了，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开锁匠。太励志了，太励志了。过去的事儿别提了啊，我赔不是，我请你喝酒，走，咱喝酒。慢走啊，站住。说啥呢呀？这是在家里吗？那不是嫂子吗？咱搁家喝呗，上哪儿喝去呀？而且啊，你俩结婚的时候我没赶上，这样，把你俩结婚那一套再给我来一遍。不是，这个
子琴啊，没这个必要吧？没必要，非常有必要。我这些年就指这事儿活着了。那你活的目标也太小了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哟，家里来客人了。老公，来客人了啊！哎呀，那个你带郭子欣先上那边去。啊，去你上那边去吧。拿酒去，拿酒去。拿酒去。不是，这谁呀？老公，哎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怎么的了？看你别急眼，你还得配合我。不是谁呀？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啊。那个长得比较黑一点的是我初中的同学，那个长得白一点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。今天咱家门不是坏了吗？我就打了个开锁电话，我就找来了我的初中同学。结果初中同学把门带上之后，我又打了个开锁电话，结果来的是我初中同学的高中同学。结果我初中同学呢，怕他高中同学认为他也是开锁的，不好意思，所以我就灵机一动，我就说你就把这当家，我就生气，你就是我老公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我都说蒙圈，你明白了？不是，你说得很清楚啊！啊，不是不是，二米粒，我就想说你一句，你整这么麻烦的事儿，你不嫌啰嗦呀？不是，老公，人家曾经救过我，你说这点小忙我不帮？帮！对对对，赶紧！哎呀，找着了！那这位是？啊，对，你得给人介绍介绍，我是谁呀？前夫。对，我是他前夫。前夫，哎，经常来呀、啊。没事溜达就来拽他。哎呦我，耗子，你心挺大呀，啊，你心挺宽广啊。我心确实太宽了，这个世界太美好了。我的天，这都不是外人啊，对不对？来吧，干啥呀？前夫哥，哎，他俩结婚的时候居然没叫我，是吗？是不是也没叫你啊？是他俩结婚叫我不合适啊。今天正好寸在这儿了啊，我寻思让他俩把结婚那套再来一遍。不要。好啊。不要。你俩是高中同学啊，这么好的朋友结婚都不叫你，是啊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。哎呀，折腾啊，我支持，折腾。别闹，好样的。哎呦我的天，哎呀，那还等啥呀，来吧，快上吧。来，别的了，来，二米了，来吧，来，司仪，好，新郎新娘入场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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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对不起了，二米六，把他赶紧打发走，他就完事儿了。来，啥事儿？拿上你们的酒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真喝呀！不是，那你以为啥呢？我不会喝酒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交杯酒。太多了吧？对呀，太多吗？朋友们，我结婚的时候，他让我催了，可是一瓶啊。多吗？不多。对，不多。哎，对，倒满了。哎，倒满了，要不要？老公，抱歉。哎，前夫哥，这就行了吗？我不说，街坊邻居说行不行？那前夫哥，你这人。我给你倒，来来来，你受伤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呀，太多了，就折腾吧。来，哎，你就这样吧。等一下，啥？哎，啥？别，你过来。你这进来是啥呀？你挤的什么玩意儿？辣根儿。兄弟，这太过了吧？我够意思了，前夫哥啊。我结婚的时候，他让我干嚼的。一下就给我干背过气去了啊！最后拿凉水给我泼醒的。哎呦我的天！我现在得兑了点酒呢。不是，兄弟，你听我说啊，这种酒吧，新郎喝肯定没问题啊。我前妻他不行，我前妻胃不好，这容易出事儿。呀啊！哎呀呀啊！挺关心呐啊！你得注意了，挺关心呐，嫂子。嗯。那么关心你，你胃还不好，那谁替你喝呀？
关心我的替我喝呗。我这不招事儿呢吗？我这，哎呀，小土豆，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？你没少打我吗你？今天咱俩还碰杯嘞，来吧，大脚杯，大脚杯，大脚杯。行了吧，前夫哥，你哭啥呀？妈拉根儿啊！这就不错了。后来直接我就上医院了，你知道我哭都没哭啊。前夫哥，来你坐会儿，来上那哭会儿，来坐。你赶紧把他弄走，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。认不认识这个？啥呀？我想请小矮练琴梭。啊！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媳妇跟他过了一宿啊。从那以后，这把锁就是我事业的指路明灯，也是我公司的吉祥物。他一直默默地鞭策着我，耗子，你疯了，嫂子呀，干啥？来找一个，哎，他。郭子鑫，郭子鑫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咋了？你赶紧的把钥匙给我，别闹，是不是玩大了？给我钥匙，拿来。郭子鑫，想要不？想要吗？哎呦，我求你了，去你的吧！闹闹吧！哎呀，耗子呀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二米六，我真对不住你，你说你把我妈绑的真是。我跟你说，郭子鑫啊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他不是我老公，真的，他不是我老公。你骗得了他吗？你骗得了我吗？还他不是老公，他不是老公，我是老公啊！我不可能是你老公，那他是你老公吗？郭子鑫，我真不是他老公。他是我老公。整岔劈了。好像是没有人说把自己前夫照片摆家大厅的是吧？赶紧的看。耗子，你上人家折腾啥呀？我说跟你说，跟你说，跟你解释，你就是不听。那我赶紧给你开开。嗯。哎呦我的天，啥玩意儿？你在这儿？是啊，我这你看。耗子，手艺不错呀。是不小曼，我也是个绣梭嘞。啊？门口那个绣梭公司就是我开的，不是？那你咋不说呢呀？我说你都不听嘛。二米六，对不起了啊。哎，没事儿。小土豆，哎，你打我的事儿咱扯平了。子晴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快走快走快走！那个前夫哥你不错啊。走走走走走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别哭了，这事儿我不对啊。那个，这不是我同学吗？人家小时候还救过我，你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做？是不是应该理解我？我理解你。嗯、你还哭？拉根儿拉眼睛。这事都怨你，怨我，怨我，怨我，行吧，怨我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这还扎不住了，这还。老公，你就记住了，这一辈子呀、啊，就咱俩好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成为前夫的。来来来，你坐，你坐，来，来，你看，咱俩玩个小游戏啊，特别好玩。干干干干哎啊、锁上了。啊。妈打不开了，俩揪锁的都走了啊！这锁多尴尬呀！不尴尬，我觉得呀，这把锁呀，把咱俩锁一辈子才好呢。这样咱俩就永远都不用分开了。我够够的了，我呀。有人告诉我，爱情像一把锁，我从来未曾尝试，怎么能信得过？自从遇见你，爱情锁住了我。你偏要悄然离去，却没说为什么，为什么？我不。
相思好像一个青苹果，没有偏执有损，何必让那相思困扰我。有人告诉我爱情是一个